顺文儿童中文圣经教材学前班手册，主要是唱诗歌来认识耶稣。教学指引，请老师们在教以前能够仔细的看一下。学前班有12课，每一课都会有一首诗歌，也会有圣经的故事啊，也会有一些习作连连看啊，或是一些美劳。唱诗歌之前先祷告，然后才带孩子念诗歌或是唱诗歌啊。无论你是念诗歌或是唱诗歌，你都要在唱的时候有一些动作。唱完歌之后就开始讲圣经故事。有的课是讲完的时候孩子才画，像第一课你是在一边说的时候，像第一天神照的光啊，就让孩子先把第一天画好，不要等全部的孩子画完，你可能就要讲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七天歇了工，就是神觉得一切都是美好了，不需要画第七天，因为第七天休息了。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除了诗歌啊、听故事、画画之外，你还要教孩子来认这些字啊，神，神爱我是造词，这后面呢会有造词。然后你可以请孩子剪下来，如果有时间啊，如果没有时间，老师要预备回文针，让孩子可以把它夹在一起。最好发给他们一个三明治袋子，让他们把每一次的字卡剪起来，能够装起来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大概的让他们知道，一直提醒他是神啊，神爱你，是是不是？如果有时间剪下来就可以练习了，如果没有，就是只要跟他们啊复习几遍，这个字是死，这个字是活。第一次上课回去会有作业，也就是要把最后一页，每一课的最后一页下面的字，这个就是诗歌里面的神就是爱，就是把它剪下来，请家长放对位置，让孩子唱，先不要粘，等到孩子唱了熟了一点，才把字移开来，不要移得太乱，让他再摆回去，最少摆个两遍或三遍之后，确定了才让他粘上去，粘完了之后再唱一遍，神就是爱，他啊为我死，他已复活。这样子让他能够熟悉啊这些字。问一下孩子，神造万物第一天造什么啊？有的人可能忘了，造光啊，第二天造空气，第三天啊把地上的水聚在一起，没有水的地方就是陆地，陆地长了，陆地长了很多的植物啊。就是大概复习完了之后，那唱歌，然后让他们来连连看，最好的方式是你先告诉他第一个字是水，去找右边的图，右边的图哪一个有水呢？哦，当然就是云啦，因为只有云有水，所以你就让他把它连起来。第二个是太阳，这就很容易找了，月亮、星星、鸟、人啊。那做完了就给他们盖一个章啊，说他们很棒，然后再来就要好好的复习这个字卡的部分。字卡的部分，你可以请他们把这个字卡拿出来，课本暂时的盖起来，或是打开，还是没有关系，排在桌子上。你大概的可以放在，你可以把你的字卡放在白板上，如果你的白板没有吸铁，你就用 tape， 你就用胶带把它贴一下。然后你跟小孩子说，好，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字是什么呢，再讲一下，这是事，这是神，那一边说要一边说造词，之后呢你就开始，好，告诉我神在哪里，拿起来，小孩子拿起来，你不要去拿啊，你就放在你的白板上，但是小孩子你要他拿起来，而且要说神，不可以说这个，你要说这个是神，好，神，叫他说一样，神神神，问有没有人会造词啊，
那有的孩子可能在家里有复习，他就知道神爱你或是神爱我。如果他们都不知道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们看后面写什么，是神爱你。好，然后会的就放旁边。第二个字是我，你就他们当然摆的都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可能会拿错了，你说没关系，然后你可以拿，你可以告诉他们，哦，这个才是什么。好，要念，跟着我念，我我我，一样的问小孩子有没有人知道造词呀。 OK， 你必须要平均的让每个孩子都可以念到或是说然后会的又放旁边。他拿起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让他念三遍，就是带着他们念三遍，一直到最后一个字。你不要说哦，把是拿起来，这样子是有点好笑的。你要说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，大家一起说那这个时候如果万一没人说，你就要带着他们说是是。 OK， 我们看孩子的年龄，给他们能够达到的那个目标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全部都会。好，是后面是是不是。好，当他们复习的字卡之后呢，你请他们打开后面，后面这里有测验测验，你呢可以让他们稍微的先知道刚刚的那些字，你还是可以放在白板上，然后你说我现在要开始考了，你们不要看别的小朋友，可能他们写的是错的，你们写你们自己的。好，你就说第一个字是神，你在神下面写一，无论他是写中文的一或是阿拉伯数字的一都没关系，他会在这边写一个一，他可能也会写错第二个字是我，你在我的下面写个二， OK， 写二，然后再来呢是什么， OK， 总共把六个字的听认字给写完了，然后你可以当场就改分数，或者请家长帮你改，只要他错一个就扣分比如说他错了六个，你就扣六分是没有关系的不会错六个这么多，通常大概有人会错个一两个，然后你自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打一个记号盖个章都可以。对于这种小小孩，我们只是说引导他唱诗歌、认字听说读写，用圣经来学一点中文，这个就是考试的部分。课程的安排是一课美劳，一课连连看，像第二课一样的带孩子唱歌、念歌词，带孩子唱歌、比动作，然后这个是说故事。那你要注意，这个说故事是要听完圣经故事以后画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内容，老师一定要记得先准备好给孩子参考的图，或是你可以画在白板上让孩子可以参考的图都可以。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，不是每个孩子都很会画图，他也许需要你一点点的指导，所以你在除了准备圣经故事之外，你还要准备孩子想要知道的那个图案可能是什么，你要引导孩子他要画些什么。当他画完的时候，就像第一课，当他画完的时候，你可以给他盖个章，或是给他贴一个贴纸，鼓励他。这个也是一边画，不一定要等他画完，你就是大约80%的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盖章了。那这个有个美劳，记得要去印在厚的纸上，那不要浪费碳，不要浪费碳粉，你可以把上面遮起来，这些都遮起来。你要知道做完大概是这个位置。你把它遮起来，遮起来去印的时候，空白的位置孩子可以做完这个算是一个门把的挂饰的下面，他还可以做一些装饰的图画鱼啦，画花啦，吊在它下面都是挺好的。复习完孩子的字卡考试，就是听认字之后才做的美劳。美劳最好是在下课前10分钟的时候才做，因为孩子的速度是不同的。打开来第一课的时候，好，小朋友现在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，你们把手放着，把手放好 ，OK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眼睛闭起来，
头低低的，呀，很好，低低的哦，在录影，知道吗 ？OK。好，我们谢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求主保守老师讲得清楚，小孩子能够听得明白，也保守孩子们能够做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，带领他们走在正道上，永不偏离。也求主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，能够听得到你的话，也能够懂得做出来，能够懂得爱别人，就像爱自己一样。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很好，好。好，翻开来，翻到今天我们要教的，我们今天要教的是神就是爱啊。用你的铅笔或是手指头指的是上面的字，跟着老师或者是跟着老师一起念都可以啊。神就是爱，哈利路亚。神就是爱，他这样爱我，他为我死，哈利路亚，他为我死，他这样爱我，他已复活，哈利路亚，他已复活，他这样爱我。好，老师可以用唱的，也可以带着他们念一遍。老师也可以加上动作，还有个方法就是一边听 CD， 然后一边手指的唱。好，把手放在那个字上面了，我们要开始唱了。好，神就是爱，神第二行喽。重复两遍哦。他为我死，哈利路亚。他为我死，哈利路亚。他为我死，他这样爱我。好，第三段。他已复活，哈利路亚。他已复活，哈利路亚。他已复活，他这样。所以那个救呢，就是像竖弯钩救，然后是爱，就是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你爱他，摸他，就是爱 ，OK？ 所以是 OK， 神抓这一只，神就是伸上去了，神就是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是个赞美，所以你只要拍拍手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神就是爱，哈利路亚，神就是爱，哈利路亚，神就是爱，他这样，你也可以，他这样爱我。然后呢，他为我死，死掉是这样子 ，OK。他为我死 ，OK。他为我死，他为我死，死掉是这样子。他为我死，他这样。爱我，很好 ，OK。他已复活 ，OK。他已复活，我们用简单的 ，OK。神，手往上指 ，OK。神就是爱。他为我死，哈利路亚。
要来说故事啦，所以麻烦你啊，把铅笔拿好，老师一边讲，老师说开始画的时候才画啊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准备一下你的彩色笔，如果你有带彩色笔，自己拿出来；如果没有，教室里可能会有彩色笔，你可以自己找找看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故事，涂颜色，对，很好。好，教室里如果老师有预备图，你们可以参考的图画，你也可以自己想。第一天，神造了光，本来世界是黑暗的，第一天神造了光。暗不一定是完全的黑，但是基本上你们也可以用黑色来画，你们可以找暗的颜色来画。好，画好了第一天了，想想看第二天呢，神造了空气，他把水分开了，所以有了天和地。想想看天上有什么呢？有白云。云，对，你可以画云。然后呢，他把水分开来，天上会有云，云如果多了就会下雨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地上会有什么呢？地上会有。地上的水是海，答对了，很好。当小朋友呢画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给他盖一个章，或是给他贴上贴纸，尽量的在他通通涂完的时候鼓励他啊，把故事听完整了，然后给他一个奖励，一个贴纸，或是盖一个小章，这样子说故事的时间就结束了。你可以问孩子，反过来问他问题，让他能够思考一下神创造的是什么样子的啊万物，他最喜欢的是什么，感谢神赐给他世界万物是何等的宝贵。很好，哎呀，图画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生字，跟我一起念，这个字是什么？神。这个字是什么？是。这个字是我。然后死。然后乙。然后活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字剪下来，如果没有时间剪的话，就要请家长回家的时候剪。第二堂课，第二堂课呢，除了唱诗歌之后呢，你还要让孩子认识一些只是图案跟字的配合，不一定要让他全部记住，只是要让他们认识。所以看一下第一个字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字是水。水。找找看上面的图是什么，有水呢？好，然后把它连起来，把它连起来，把水跟鱼连起来，它是水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第二个呢是太阳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三个是什么？月亮，看看月亮在哪里，你也要记住那个是月亮，跟我说一遍，月亮。月亮。哎，第四个字用铅笔指一下，说星星。星星。好，找一下星星，另外一只手扶着课本，这样子才不会跑掉呀，很好。第五个是鸟，说鸟。好，去找鸟，把鸟牵起来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人。很好，我们学过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里有两个人，好棒，很好。然后这个时候老师会帮你们盖上章，或是贴上贴纸。好，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字卡都剪好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把它排好，想把它排得很好，你看看它那样排得很好，你不一定要排成两排。好，老师会告诉你，你必须要把你知道的那个字拿起来，然后说那个字，不要说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你要说说出来啊。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麻烦你拿出神，把神拿起来，很好，说神。神。有没有人会造词呀？后面有写哦，看一下神。神爱你。哎，很好，神爱你。好，然后把神不要放回去，放到旁边，就是你会的放到旁边去。好，第二个字，把我找出来。好，说我的。不是，先说我。我。对，先说我。好，有人会造词吗？好，你先。我的。那你呢？我的。啊，你又说我的，你要说我们。我们还有没有新的？除了我们跟我的还有没有？没有啦。好，放旁边，很多我啊。我是，我是谁？ OK， 是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放旁边。第三个字，我呀，拿起来说什么？
说火，火，说火，火，会不会造词啊？会不会呀、啊？你会吗？上面写什么？生活，生活，生活 ，life， 生活还有什么活？不可以放到嘴巴了，嘴巴脏脏。生活还有什么？他已怎么样？刚刚唱歌啊，他已复活，他已复活，对，你就说复活，活着，活，活，活蹦乱跳，有没有听过？有些孩子活蹦乱跳 ，OK， 就是这个孩子很活泼，知道吗？活有很多造词啊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到旁边了，活，好，我们现在剩下三个字，对不对？把死那个字拿出来，拿起来，把死的字拿起来，说，说。我你看，我都不拿，就是要让你们拿。OK， 死，很好。有没有人会造词呀？耶稣死了。哦，耶稣死了太长了，耶稣死了。讲造词只要两个字、三个字。死了。死了。OK， 现在把是拿起来。哎呀，好棒！有没有会造词？好，说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会不会？你就把那个是拿掉，就是。不是。对。最后这个字是什么？通常都会有至少一个小朋友会，因为这个字蛮简单的。这个字是已，已，我们刚刚学了已，已经的已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造词啊 ？OK， 已经。哦，不是这个已耶，已字好难写哦。这个是已，这个已是 pass， 是已经 over 了已。嗯，所以你们好棒，好，我们把它收起来。写下来的字卡呢，拿出来，我们复习一下。等一下就要测验看看你们能不能记住哦。OK， 好，我们再把它排起来，是不是六个字呀？是，是不是？好，把第一个字我说，你把它拿起来啊。我拿出来，有没有找到我？好，说。我的。我说我先说我。我。我，然后说一个造词。我的。好，放到旁边。第二个字是神，把神拿出来。神爱你。Yeah， 神爱你。好，放旁边。第三个字是火，拿起来，火。你要造词吗？很棒，好，放旁边。再来，下一个字是死，把死拿起来。好，告诉我最后这个字是什么？是。好，一起说。是。是。造词。是不是？很好。是不是好？我们收起来，我们要考试。好，第一个字是神，请在神下面写一。啊，不要看别的小朋友哦，可能他也弄错了啊、嗯。好，第二个字是死，在死的下面写二，在死的下面写二，死的下面写二。好，第三个字是相反的活，在活下面写三。好，再来是。我在我的下面写四，很好，再来是在四的下面写五，在乙下面写上六，好棒，都写完了对不对？老师要来盖章喽。